打诺手那把赢，翻盘翻盘。我看起来高地一挑四，四杀翻盘。更多火药。输了一把是我玩的剑魔术的，那把很难赢。让我不玩船长，就我没玩船长，让我感受到的那种无力感。就我知道会输，但是想不出办法能赢，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。谢谢没有名字的人开的超粉，谢谢好兄弟开的超粉，谢谢。账号要打四天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谢谢余文乐送的丘比特之剑，谢谢。谢谢易峰送的丘比特之剑，谢谢。把他们扔给鲨鱼，人人有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永不终结。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。感觉憎恨是小，打的不掉血，打野在附近，不过我技能躲完了就不怕。他把眼排了，我再去补一个眼，等一会再补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带给所有人，赵信去下路了，只要躲一就行，不吃这个英雄的一他没伤害，跟那个俄洛伊一样，不吃一他就没伤害。看能不能越了，把你视线卡这里，别动别动，卡这里就好。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卡这里，他有 TP， 他也卡不了我线。我下波出来，我的线会特别好。要搞个真眼吧，不太想被赵信捅我。就无可再痛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I will take back my everything. Enemy rampage. Break their bones.可怜，这些都是死人们的人，还没闪呢。还行，先放个真眼。他应该去刷，哎，算了，不要去找他。找他，我这血量也未必打得过。我想吃个杜城。
安稳回家，做个西兰刀。好走读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走。大海没有记忆，我吃完杜城我溜了，大哥。暂时远离杀戮了。记不了。谢谢尸体会说话送的棒棒糖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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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操，好痛啊！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。能带你双排吗？可以啊。你 ID 是什么？你这礼物也刷了，不带不行。跟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那我没眼，我要把我得不到，应该不会被捅吧？他抬手就直接炸，他是 AQ 懂吗？他抬手 A 你就直接 Q， 这样的话有概率能抢得到这个桶子。像那个卢锡安也是，只要抬手 A， 他刷一个被动嘛，抬手 A 你就跟着 Q， 是有概率能抢得到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样，你是刚才的佛爷哥吗？行，我打完就吧。我把他鬼打残血，他应该要回家。完了！我应该往瞎子那边靠。我想先把他杀了先。哎，傻逼了，我操！啊！尸体哥，尸体哥，死亡的潮汐，谢谢尸体哥的棒棒糖，谢谢，谢从不双手插兜送的棒棒糖，谢绿离子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哦，这不看到侠哥在后面，我想法是我先把这个人杀了，然后我再跟瞎子汇合，他往后面拉了，我他妈 A 不出来。他不 Q 上去也没了，左一都来了，留个眼线在外面。他不 Q 赵信也死了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谢谢听风哥小迷弟送的办卡，谢谢老板的办卡，谢谢。赵信、中单都不在。躲一躲一，我终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躲一就没事。人人有份。去下路。光靠他们的努力，有一样死人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看一下能不能杀。啊，
感觉不太好杀，我是伤害。绝底！翻个眼。赵迅来了，我就交闪现跑；他不来，我就死劲弹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丢了丢了丢了，还可以，我先出神话装。因为他有那个 W 会给我框住，他框我我就直接划他，他就框不住我了，那样就不用交闪了。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又一个！大海和人背叛了我。当心炸药桶！下个版本无尽吗？四十点暴击伤害，40%的暴伤吗？这个版本是多少？这个版本不也是40%？35%。出无尽可以，就是 CD 解决不了 CD 这个问题。你但凡能解决 CD 这个问题的话，那好爽的。解决不了 CD 这个问题太痛苦了。只要他解决不了 CD 这个问题，很多装备都会被卡死，没办法出。就本来那一套装备特别好的，就是唯独 CD 不够用，就没办法用，就只能放弃了。18秒一个桶子。你不搞激素，你怎么玩呀？你就算搞完激素之后，你还得一分钟才能刷满5个桶子。我操 ！What the fuck？ 爆血！交闪，然后他没办法。哎呀，早就不交闪了。不在那等死算了，我没有看他闪金，我以为他是1000块钱的。好快！看我 K 这50，可以，差不多顶得上一个炮车的钱。十把书都是 SVP 怎么办？哎，我他妈今天狂的很 ，SVP 5也发。今天就是狂，平时 SVP 不发的，今天只要输了。不管是不是 SVP 都发，反正今天总共也就发了4枚，还有个哥们出了个大礼物没有亏，他要是没出大礼物的话可能会亏，他出了个500多块钱的礼物，然后我就没亏。
哟呼！哎呦呦呦呦呦，屌爆了！白硬局，小袋局，小袋局，定位赛，目前七胜一负，上把拍白金，这把谁有的号不一样的，就拍的黄金。上把确实拍白金的，好吧，白金二的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，当心炸药桶！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。拿先锋吧。我现在是白银啊，定位赛都没打完。他这个是星号定位赛，要打四天，就是一个星号要打四天。今天是第一天。是的，主播是茂名，茂名化州。有没有老乡？请我吃个，请我吃个牛杂粉。你过来干什么？烧吧！啊？没扎到，砰砰砰！你走，你跟队友去吧，不用跟我。我他喵天下无敌！丢！我推完这个，利用先锋快速回城，然后去推下路。Q 桶伤害高 ，A 桶伤害低。但是 A 桶可以有连招 ，Q 桶的话很难有连招。A 桶连招的话，三个桶子可以连 ；Q 桶的话，需要四个桶子来连招。特别是对线器的话，能 A 桶就尽量 A 桶 ，A 不了桶子再用 Q 桶子。A 桶速度快，有后续伤害 ；Q 桶的话很难跟后续伤害。Q 桶速度慢，伤害高一丢丢，高这个130的基础伤害。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兄弟，你怎么走啊？小闪走那没事。啊？你怎么敢的呀？这小子偷偷分我钱，你小子怎么回事？更多火药！我操！让水友去卖，我在后面玩偷袭，可惜断了。完了。哎，这个鬼咬好痛，我他妈才发现，很难受，还减速。好嘞，这是计划。
完了，我筒子呢？我想一炮双响的，我操！我哥把筒子被 A 了。按哪个键快速升级？那个最左下角的那个叫 Canter 吗？我不太念，我不太会念，反正就是那个键，你按住那个键，然后你再按 Q， 那就是升级 Q， 按 W 就升级 W。还有另外一个是 A 开头 ，ALT 的这个键，你按住这个键，按 W， 比如说你是个瞎子，按这个键再按个 W， 护盾就会自动给自己的，鼠标不用放自己身上。我都无所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憎恨是小孩子的。哎呦，我操！哎，你死不死？看去。这算什么？老子哥巴 sorry 都能打歪的，好吧？正常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哎呦，没扎到他。跑得好快！赵信前期还超神呢！哇 ！I'm a triple kill， 还投了350，那个好像也能炸的。哎呦，没连起来，那拆了吧。没连起来就拆了吧。拆了，不能太过分。